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哦，我又来淡水上课了，所以呢，在住宿区啊，要小声的讲话了，所以收音会比较小声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啊。那我们今天哦，要来看一下那个论坛。最近呢 ，KF 老板啊，又发布了两个公告。那第一个就是第一本开发者手册，开发者手册跟开发者笔记有什么不同呢？那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句话好像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哦。那手册比现有的开发者笔记能够与挑战者进行更多的沟通，是为了倾听挑战者的意见，更快的传达开发室正在准备的内容而准备。哇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呢，挑战者们对开发室的好奇心能够消除一些。首先要传达改善看战斗卡升级 UI 的消息。战斗卡升级 UI 的消息，本想在战斗卡成长改版的同时进行公开，但公开时间被推迟了很久。我们倾听了向挑战者们的意见，正在改版，可以像战格斗家成长一样立即成长的形式。又要改了是不是啊？改善的 UI 能透过即将进行的更新中体现，请您期待下次更新。哟，所以战斗卡的升级又要变了是不是啊？改版为像格斗家成长一样立即成长的形式，看起来很越来越方便了哦。同时，开发是为了减少挑战者们所受到的游戏疲劳而用心，新提供的内容与现有的作业相加，每天投入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长很多，倒是真的了。这个部分开发是也有所认知。为了降低疲劳度，我们正在认真思考，整理好具体方向，透过开发者手册转达，请耐心等待。最后传达是有关新合作的消息，透过无法想象的合作，带来 KF All Star 将再次尝试新的合作，这次究竟会带来什么作品？给大家呢，敬请期待新合作。那第一本开发者手册到此告一段落，那之后还会用这个手册来跟大家，请大家提供意见嘞。看起来不错嘞哦，战斗卡又要变更了，战斗卡升级，那还有新合作呢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11月20号，违反营运政策的账号停用通知，外挂被锁住了哈。哇，30天，超级好朋友，三十天，哎呦，卡卡洛特变30天嘞。气锁军，这些都被停用了。哦，这次更多了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了哦。30天啊，有可能到最后就变成停止账号了，删除账号也有可能。好了，这个就是11月20号的违反营运政策停用的通知。还有开发者手册。好了，那在宿舍里还是不要讲太久了，怕会吵到人家。所以呢，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公告就介绍到这里了。那请大家继续支持 KF 老板打击外挂的那个决心，好不好？
好，各位大家，拜拜。